须的。哎，这咋都没有呢？人都哪去了？哎，这小子行哈，上来不蹲我们呀？他为啥有一个助攻啊？点，兜，点，正好帮我炸俩兵，挺好。点，点，点，兜，点。兜兜别吃，吃我一个地雷，再吃我一个地雷，哎，兜兜，万兵不离其宗。平 A。居然拉着我了，不敢单呢。哎，嘿呦啊，闪现躲地雷，等我地雷啊。来人了，这么烦人呢？俺俩急跑不玩挺好的吗？他跑我也跑。下把劲，打不了为啥不用啊？我不知道，你问你自己为啥不用？你老问我干嘛呢？你那么能，是减速，兜，铁地雷，嗯。减速，兜兜，平 A， 减速，撇地雷，撇地雷。必须的，兜，铁地雷，平 A， 等死，
他没疾跑，没闪现，俺们技能好的一样的啊，西地。继续折磨他，在这卡兵线都没关系。哎，兜儿，别让他拉着就行了。哎呀，来个队友吧！啊，救命啊！剑圣杀人了！别外圈刮啊！没队友啊！能打死吗？你一 Q 不让人躲，就能打得死。哎，这剑圣居然不用 Q。哎呦我皇子儿，漂亮皇子，给你来点经验吧。哎，给不了啊，能给啊，升级吧你。先来个遗失的章节。减速兜兜平 A 减速平 A 平 A 平 A 减速铁地雷闪现平 A 啊，炸死了。我这兵补的虽然折磨了落手，但自己也没补多少。你说啥呢？我55刀，他19刀，你跟我说我没补多少。哎，你说啥呢？哎，哎，好了，等死吧，等死吧你！哎呦我操，哪来的大鞭子？手没够快啊，刚才这波还没放出来。
玩呢，没放出来。先来个蓝莲汉的苦楚，我这把我决定，我就再折磨一手。我不出折磨，我出永霜，我让他动不了。减速，他动不了，我让他，我可拆塔了啊，你也不管我。还有我，你跟我赛跑，确实行啊。我减速没减到他，我减速减到他，他跑都没用，他都跑不过我。看红 buff 有没有，感觉好像有，是居然没有红。再见，双闪现。哎呀，这鞭子没躲掉，我操，贪心了，贪心了，贪心了，该美甲窃魂卷了。哎，我有1200块钱，那我直接大棒子吧。我不晕他好了，我想晕他一下。其实我们直走的话是能走得掉的。这怎么捡西地好像不太够的样子。走，来波下路。加把劲。减速，我马上到，兜兜，永霜减速接平 A， 平 A， 兜，平 A， 平 A， 给个大吧，万一死了我操。减速，哎，他有闪现呐！哎，我可忘了。啊，对，上波我闪，他没闪。哎呦我操！给我一个劈，给我劈死了！
差点团灭队友了，不能的，零杠五上团灭去。给你来点经验，我还需要一个美甲窃魂卷。他水银鞋吗？为什么这么多水银鞋呀？我把这人杀了，那么狂呢？啊，那么狂呢？咋就那么狂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呢，你干他来。哎呦我操，可恶，没蓝，哎呀还行啊，可以接受，先来个吸地海。我感觉我其实吧，我选的老头是被这塞拉斯给扛他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要是能给自己大，他可恶心了。我们尽量少让他偷盗。就选之前我就感觉这塞拉斯啊，这把不一般，有点扛他我们。但我还是要决定折磨一手落手。嘿嘿，你挺烦人呢。剑圣咋的呀？怎么的呀剑圣？哎，等死。哇，哎呀，这怎么拉到我的？为什么要抢我的血？别抢我的血啊！来，给你来点经验。玩呢，卡萨丁这把262，别要蓝了，不配。回家了，等会儿再打，等会儿，等我呀。小炮也没在呢，什么小炮？那波比呀、啊！用双。你被强化了，我刚才那 R 不是智能施法，哎呀给我整一愣。
剑圣是不是要来？赶紧回家出美甲窃魂卷吧。哎呦啊，剑圣要追我。哎呦，跟我赛跑。我想要个美甲窃魂卷，你们有意见是不是？小炮加速。等一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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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波美甲窃魂卷我必须得要啊！美甲窃魂卷，这是一波25层杀人书啊！减速哦，用双给小炮一个大兜兜加速兜兜加速啊，零换五可以啊。16层美甲窃魂卷了，我有 R 就别怕啊。那小炮听见没？不是，那波比呀，老头跑得真快呀。回家来个大棒子。剑圣要追我，我听说剑圣想追我是吧？来两个大棒子。你干哈呢？嗯，你干哈呢？你在干什么？你给我走一个，我看看，在我面前又走。
挺狂啊！来加速来，再加速来，死他！来，去变身，上王者，对，上王者。来，曙光女神，太阳妹妹，给我冲！你怎么的？你受不了了？